伙伴们看我，都看我，感谢小伙伴们这一路的支持，我也看到了喜怒哀乐，有惊喜，有哭戏，真的有那种少年的那种追梦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很抱歉的是，我妈妈已经不再让我玩卡了，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期视频，大家能给我点赞，给我点赞，也可以劝一劝我，也可以劝一劝我的妈妈，我真的已经坚持不下去。哇塞，哇塞，千万不是吧？我不知道小伙伴们这一路看了我多少期视频出来的，我去，这什么？兄弟们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是我追梦的第二十天，我可能真的要放弃了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拆卡了。小伙伴们，很多人我大起大落过，但是这一次真的，如果我再坚持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希望大家，发生什么事我不想说，我不想说。很多粉丝让我喜欢看我拆卡，我今天拆卡给大家看，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，让我能看见，让我能看见希望，谢谢了。粉丝特别喜欢我拆卡，我现在就正儿八经拆一期视频给大家看。两包荣耀，坚持到第二十天，从二十天追梦，大家从我的视频很多也看到了很多喜怒哀乐，也看到了很多的内容，很多小伙伴非常的支持，但是我可能刚才说要放弃，可能很失望，但是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们的身上，真的，我现在的承受的压力真的，发生的事情真的不说了。现在我拆这期视频拆卡包给大家看，两包豪华25弹，两包传奇4包，最后一期拆卡给大家看。哇塞，哇塞，塞哇不塞哇，现在在我的老根据地马桶旁边，兄弟们，从我的出现，我也拍了很多期的马桶旁边，然后到飞卡，然后还记得这一切的一切吗？然后我妈妈不支持我，对我的真实和我舅妈的真实，走到追梦一期两期，直到今天的第二十期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也疯狂过，我也哭泣过，我为了梦想真的也是付出的，真的可能说放弃我也不会后悔，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，小伙伴们。现在我们开始，最不说什么最后一期，开始拆卡包给小伙伴们看。我们拆两包荣耀好不好？哇塞，哇塞，塞哇不塞哇！我不知道小伙伴们这一路看了我多少期视频出来的，我去，这什么？兄弟们，荣耀的第14弹。哇 SHR 一包就开出了 SHR， 兄弟们，我准备把这张点赞量最高的那位评论区，想不想要这张卡？哇，我去，不错呀，我 LGR 的闪电 SD 卡，老天爷都不让我退网，都不是想让我放弃，小伙伴们，我现在又有一种想法了，我不想放弃了。说实话，我刚刚这是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我妈妈跟我爸爸关系不好了，可能要走上离婚的这条路了。我妈妈你看看又真实了，我就因为我玩卡玩不出希望，视频点赞量又很差，包括我自己都在怀疑了。很多人还在说，昨天有一个人在评论说值不值，我说值，我真的说值，但是有时候再仔细的想一想，真的值吗？真的值吗？但是每一次一拆卡我就换了一个人，我就非常的，我顾不了那一切。今天是我追梦的第二十天，如果这期视频给我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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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会坚持的。我们再来一包荣耀。哇，今天真不运气真可以啊，一张 SSR 出现了，小伙伴们， LGR， 哇塞，一张 XR， 兄弟们真不错呀。我们再开传奇卡包，哇塞哇塞哇塞啊，没有，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？哇塞哇塞哇塞！同伴的心颤抖的时候 ，USR， 我去，杰克奥特曼果然呢，兄弟们，老天爷都在帮我，都不想我退网，都在支持我。我去，可以一张 UR 卡，我一拆卡我就很开心，很兴奋，真的我就投入在这种卡包里面了，非常的给我带来东西。不知道小伙伴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？豪华第二十弹，看看能不能出奥特之王。哇，一张 SSR 卡，我去，
我去，又是 SSR 卡。我去。好，这一次连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能不能坚持下去？能不能还有21集？小伙伴们，你们做得到。